你是咱家的大功臣。哎呀，家属，哎，先把产妇送病房吧。快快快快快，送病房送病吧。哎，妈，儿子，儿子，放好了。哎，阿姨说，哎，哎呦，谢谢你啊，辛苦了，没事。啊，这是你的家属。是啊。你跟我过来一下，有事儿啊，先过来再说吧。啊。 哎，你就别进来了，开车回家熬鸡汤去啊！慢点啊！哎，怎么会这样？事情就是这样。 可是他从来没跟家人说过呀。他也是分娩前才告诉我的。等等，大夫，嗯，有件事我必须跟您说一下。我有癌症。看得出来，你对亲近性孩子的愿望非常强烈，而且这姑娘也够坚强的。按理说我不应该生孩子，但是为了我丈夫，我必须把孩子生下。 现在怎么办啊？你还是找肿瘤专家问问吧。他说发现的时候已经很中期了，拖了这么长的时间，以我个人判断，应该是会扩散或者转移了。 说话别忘了，二哥，咱都坚强点儿。说，二哥扛得住。哎呦喂，奶奶的命啊，睡得这么香。 撑得住吧。
太累了，你看你这气色。没事儿。妞不乐，那行，那妞你看着，也给你乐一个。乐啊！